这次的新深海无龟的谬误，它的属性是衍射，我们还专门为它设计了衍射。无龟的谬误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？那它为什么会和漂泊者有一战呢？这一切当然要在这里卖个小小的悬念了，等待漂泊者们到我们游戏里面的主线故事去亲自揭晓答案。